么突然回来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对不起。不是你别这样，怪吓人的。你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到底怎么了？我辞职了，搬回这里了。啊？当初是我不好，我没想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，只知道怪你。等一下，有点乱。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啊。嗯。你还要我吗？你不怪我吗？你傻呀，你怎样我都不会怪你的。等一下，你就这么回来了，你就赚不了大钱了？干嘛？你还想让我在那赚大钱啊？不是，以后都我养你。我赚的钱除了给我外婆，我还存了好多。我一直怕我真回来了，变无业游民，你又不要我了，我就人财两空了。我怎么可能会不要你？嘿，干嘛呢？这是，大半夜的不回家，弄啥呢？这是，哟，这不是许倩吗？走，滚回家！哎，我手还没捂热乎呢，桑无言，你。